我不是外多，你听别人说你不知道吗？你我不知道，那上头那么大字您瞧不见吗？看不见。您挪不挪？您不挪咱就甭挪了。你要不挪，嗨，你要不挪咱就甭挪了。那没事儿，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挪，咱就甭挪，谁挪谁孙子。是小区的业主，大公司也在这边。这哥们儿而且有车位。第二天的时候，越想越生气，我就给那个后边那个车位的车主，然后联系上了。我说这个车位呢，我租你半年，把那个我自己车开过来，就给他怼到后头了。反正最后也没人给我道歉，也没人说什么，最后就这么着了。反正我也没想怎么着。我之所以堵他，就是因为这哥们儿说话太牛逼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